14天的话费用是6500亿，然后我们的人二话没说全部都给人家交了。我们以为14天隔离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家隔离了，就是当地部门人家都来已经来接了，酒店这边不说是不可以接，就是通知说人家手上下来文件了，让我们转到皇城豪门国际酒店，然后转运过来发现这边又要收费，他说是7天，1天是460，感觉14天我们可以理解嘛，我们自己交了，回家这7天我们就不愿意交。他们直接在那个外面搭了一个那临时性的那种棚子，没有交钱的不可以进。我说那我们写欠条呀，我们现在可以先住进去，最起码万一在外面更受冷了，然后生病了，这个算谁的责任呢？然后他们就爱理不理。昨天晚上我们有5个人在楼下待了整整一晚上，到早上都9点多还是10点多了吧，东拼西凑的，然后吐了点钱，然后把那钱给交，然后今天才住上来的，受不了啊！我们从新加坡回来，新加坡那边天气又暖和，有的同志就穿了一条裤子。我父母一回国的时候，我姐给他们带了大概不到10000块钱，他们上次酒店入住交了8000多，手上基本上没有钱。我妈因为身体一直不好，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我说你加我微信我给你交，我说我卡里面钱也不太够，我先给你交一部分，他们说不行，就你一定要交。然后来我就很生气，然后他就找了他们领导，之后就是愿意我先交一部分钱让他们入住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外面住酒店，那我们也可以一晚上一晚上的住，为什么隔离的人一次性就要交这么多钱？假如说真的是一个没有儿女没有知识的人在外面待上7天，那你就这样子不管不顾了，那这种防疫政策有何用？你先让他们进去，我先给你们转1000块钱，你先让他们住。这个不行，那个隔离的规定就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疫情还是比较厉害，咱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要办一个出入证，本身想让你们单位出具这个证明的，最后就说是那个啥，你把这个东西拿上来以后，在我们这儿就是你在这儿就填上一个承诺书，就等于说是你证明，就说是这个人就是你的朋友，你们俩是朋友关系。